如意，你不好好背书，你看着窗外做什么呀？如意还想看花火。哎，昨晚恒叔叔和田七放了好漂亮的花火。昨晚？祖母怎么不知道啊？祖母昨日去礼佛，恒叔叔给府里放了假，还让奶娘带我出去玩，但我觉得无聊就跑回来了。你是说昨晚府里只有你恒叔叔和田七两个人？是呀，田七穿的衣服可漂亮了，跟平常不一样，好像娘一样美。你说什么？田七穿的是姑娘家的衣服？嗯。那他们除了放花火还做了什么？叔叔亲了田七，我还想上去跟他们一起玩，结果被奶娘给拉走了。叫他，马上。